啊，所以你们想让我配合测试，看看我跟小葵谁在我老姐心中地位高？没错，那还用说，当是我了，我可是亲的。你看吧，我就说，呸！测试结果没出来之前，话别说太早。你可别痴毛妄想。说吧，不错。测试地位就要从经典三观入手，就是所谓的亲密度、容忍度和在意度。那人身上也没有仪表盘，怎么测啊？人的行为就是最好的仪表盘，所以我特意设置了三个关卡。第一关，亲密度。老姐，你回来了。正常点，别肉麻。你看电视干嘛呢？嫉妒了，姐。我已经很久没有你爱的拥抱，你每次都抱着小葵，我嫉妒死了。为了弥补我受伤的心，姐姐也拥抱我一个呗。委屈了，委屈了，委屈了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生气，小葵。我就不信了，我还没有你这只猫重要。那又怎样？这一关算我赢了吧？这是假象，是欺骗。可以。第二关，忍耐度，怎么测试？第二关，容忍度。江夏，我们会不会太过了？周远说，只有在江夏暴动的情况下，你才能看出来他到底偏向谁。第二关，我也赢了。不行不行，必须得三关都过才能算。等我想到对策，明天再战。